嘉义市政府林务局甲林业试验所最近伫鼻仔头食物园试种百外丛有蜜的食物哦，嘛望讲会当鼓励校园嘛做伙来种，增加蝴蝶甲蜂的生态环境。囡仔甲林业试验所的老师做伙甲仔仔花卡拆掉，准备要来种花，希望会当吸引蜜业产业，也阁有蜂。哦，这个食物园有丰富的生态环境。那这些树种有多种功能，比如说它在景观上面，或是以及这个它也可以提供昆虫的蜜源，比如说吸引一些蝴蝶到我们的这个植物园里面来，那增进这个环境的多样性。1908年设立的鼻仔头食物园，早前是种大和尚的试验苗圃地，现在叫做树仔仔培育场所。嘉义市政府配合林务局甲林业试验所，开始伫遮种一挂有蜜的食物。为了丰富家的生态，这次的我们种树的目的，也就是跟整个大自然的一个生态系、整个生态链来结合，这是我们一个生态教育很重要的一个目的。那我们的课程安排其实也有生态，也有树木，所以小朋友可以就近来到这边其实当做一个校外教学。林业试验所讲，蜜源是草食物，会当让蚂蚁采蜜，佮会当当做饲毛虫的食物。希望会当为遮开始，除了丰富园区虫害的生态，也替市内各中小、花区会当做伙来种的栽仔。记者林伟庭，家己报道。